大家好，我们是生命树。今天总算生命树站上了这个舞台。其实我们是4年前有来这边表演过，不过那时候是参加一个见证大团的演出，然后对，只有唱了几首歌而已。今天是生命树的第一场专场，然后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大型的一场演出，所以我花了很多心思在准备今天所有的东西。大家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上面有挂一棵气球树吗？有，对，气球呢需要氢气，它才可以飞得到天空去。那梦想呢，它就需要勇气，我们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。然后很庆幸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，然后终于登上这个舞台。今天想要听听那么多人一起讲生命树这个名字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平常都是大家说大家好，我们是生命树，今天要想听听看你们的声音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生命树。今天准备非常多歌曲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演出。接下来这首歌收录在我们第二张 EP， 叫做《没有错》。